产用的人还是很少。这个用起来很少呢。我说不动产用的人还是很少。对啊，特别是定这一种标，是绝对 OK 的。人工哪定得过他呀？对的。人工你定不过。这个拿好了，只要放下去就 OK 了呀。对的。Thank you.